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我们现在讲六种正见啊，见呢不是眼见，这个见是见地，呀，说通俗一点吧，说你对一些事物的认识，对它的看法，这就叫见。不是眼，是心。见是智，正见就是正字。没有正见呢，就是邪字，就是邪见。我们再讲六种是正见啊，真实字的正见。真实字的正见是见什么？见理。咱们讲究是依法界的真体，见真理啊。那咱们在社会上也说啊，说不讲理，连理都知道都不知道讲什么理啊？那个理啊，可不是这个理。那人间的情理。或者讲的法理，一般的呀，情欲所说的情理啊，说大家的感情的道理，这感不合情理，家有家理，国有国法，也是国理。那这种见呢，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那个见都是妄，不是真，真实正见是智慧，智慧。见的什么理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发菩提心，要见着菩提心的心理。咱们回向当中讲一真法界，法界的理，这个才叫真实的正见。这个是知，知道有理法，是吧？生佛众生一切平等平等，知道一切诸法入梦幻泡影，是正见，哎，一样真实的。你把它当成实的了，你是邪见，那叫邪见啊。这懂得就行了，懂得这个名词就是说能知道理法。你法，我们现在所求的发菩提心、行菩提道、证菩提果，这都是理法上所说的。这只是知啊，知就是你的知道。在应时论里头讲，应时论啊，说你怎么应时一些事物，那就要正见来说的。这是本具的，这只是知道。还有行，咱们经常讲修行吗？从理上而起的，理上而起的事，事就是作用的意思啊，就是行的正见，能知道它运动当中一切法则归在性。行是什么呢？就是佛所教授我们的一些法则，正确的理解，正确的对待。佛所教授我们的，佛所说的法都是正见，但是你理解不理解啊？你理解了叫能知，不理解了叫无知。
一般的说，通过教理的研学相似，而不是真知。三贤位的菩萨，咱们讲到十回向讲那么久，他见理了，他不是真知，他没有登地。现在咱们开始讲这个正见呢，就是真知，真正的入理实知，乘理而知的，这叫正见。还有离二边，一切法在世间法，每个人的知见不落于断，就落于常，总是落到二边，不能达到中道。离开二边而产生中道，观中道理，这叫正见。不以情感来对待一些事物，要以真理。这真理呢，是行理。兄弟，兄弟啊，那你修行当中，一定不落于断见、常见。一切诸法不是断灭的，也不是常的。咱们是不断就是常，不常就是断。两个都不带，这契合中道法，叫中道义，这就是表示前头那个理法，他能真正知道了，不是情感所知道的，不是情执所知道的，知道理了就断感情。人家跟我们有时候辩论的时候，他说你们佛教是无情的，我说你只说对了一半儿，多情，多情乃佛心。多情的意思表示不是情感那个情，是大慈大悲，平等度脱，那个就不是一般的了，那不是情感的情见了。不是情，不是情执。这种自见，如果用思维去研究，研究不到的，它是行道所得，行道由得于心，行功积累，一修修无量劫，没有时间限制，那才得到那个正见。跟佛的知见一样的，要不思议的正见。你怎么待，怎么对待六根、六识、五欲境界，它的体不是它的相，知道它的体，不在相上去取着，这叫正知正见。这些个地上的大菩萨度众生时候，随众生意，随众生的意，随缘说一切法的时候，但是不随众生转，要转众生，对众生的根性欲，加上佛所一些的教法，以佛的教法转众生的贪欲主妄，随顺悟心，不随悟心转，就是随顺众生，不随顺正中最众生的情执，而以正见。这再开阔的说呀，六种理门，六十四种见，那在其他的论上啊，那详细说了，因为众生跟佛同一体性，众生都能成佛。既然众生都能成佛，佛教化的时候
众生应该不违背佛的教化。事实不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大家都是佛弟子，不但受过三皈五戒了，还受比丘、比丘尼戒了。应该受教化，但是呢，意愿，我们的意愿受化、受佛法的教化，实际上呢，违背佛的教化。应该一切同与佛，不是呢？生活起居、思想、正见、正念呢，都跟佛相同，实际上违背。佛与身口意三轮的教化，佛的三业是殊胜的，众生的三业呢，可就不殊胜了。那么的现在，比如说啊，举个例子，现在咱们当前，咱这个地球上有60多亿人口，信佛法的，半信半疑的，完全不信的，你这三种的料检一下。信的有好多呀，1/10都没有，1/1都没有。如果再料检一下，料检就再分别一下，信了而能进入，要学他的教导，又有好多学的不多。机会学了，还在半信半疑之中，不是完全真信。半信半疑当中，在选择真信，信而不疑的，闻了能解的，闻了就能都能理解。这叫解信，理解的信，跟那个最初的茫然的信，两个绝对不同的。信而能行，不但信，不但理解，要去实际是付出，要去做，这更少了，少了。行的当中能证得，这当前现实来说，那就很没，几乎是没有了证得的。咱不是说证咱们现在华严境界这种大菩萨就能断烦恼证菩提的初步能够入住的，咱们讲最初的初住位没有了，所以佛称之为末法，说道者多，行道者少了，正道者就没有了，而且现在啊，说的也少了，少了。但说的是不是正确呢？是不是咱们所说的说的是正见？现在说的呀，投其所好。投其所好是什么意思啊？那个信徒来听的，把它当成是为捧场的。那这种理解是不是错误的？有的那个我华严部道友跟我说现在很深了，大家难得理解，不理解了种个善根，不能牵强的，
这个是个这过去许业的善根问题。过去许业没有种这个善根，现在你闻着就是盲言呢，从来没学过呢。嗯，也是六尘境界不用学，生下来渐渐的贪嗔痴没谁教谁。每个人都有一套方法，贪嗔痴。因此呢，说法者善巧方便会，那以善巧方便会令闻者生欢喜得解，得解。至于行，不是说者的力量了。佛愿一切众生都成佛，佛所教授的方法就是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进入佛道，都能够成佛。但是众生的业呀不同的了，为什么原因呢？咱们念一念经文吧啊。何以故？我刚才说的，为什么？什么原因？说得这个三昧，得这个正知正见的，能够得到这个三昧，如是定。那这个三昧是谁的三昧啊？金刚藏菩萨所得的这个三昧。他自力，金刚藏菩萨他的自力，行道正德，只是本来本具足的，现在他又正德了，所以才能得到佛的加持。法入世故，法就是自然的，自然也，自然得到，因为他有这个三昧力量了，才得到佛的加持。又者，金刚藏菩萨他本有的愿力，愿力所成故，他善净的身心，他已经十地菩萨以上的菩萨了，是等觉菩萨位了。善净的身心，他那个心呢，也达到甚深清净，他的自己的力量可以领受这种加持，加持。所以加诸佛的慈悲力量跟他自己的本愿力结合了，得到加持。这种加持只加持金刚藏说法主与会的那些个菩萨，这个诸佛没有加持，偏加持金刚藏菩萨，因为他有这个力量能承受这个加持。这些佛诸佛他是对一切众生平等的，为什么诸佛偏加持金刚藏菩萨而不加持其余的法会一切诸大菩萨呢？因为法会诸大菩萨还没得到这个三昧，只有金刚藏菩萨得到这个三昧。第一个意愿。第二个意思呢，现在金刚藏菩萨要说十地法门，他入这个三昧当中是诸佛加持的。那我们来比，如果不得理解这个道理，不是做梦啊，你是做梦，说你梦见菩萨梦见佛，那就是得到梦见哪尊佛，得到哪尊佛的加持。你梦见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加持你了；梦见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加持了。
就像这种的金刚藏菩萨，他得到金刚藏佛无量诸佛的加持，就是因为他得到这个三昧了，得到这个三昧。由这个三昧，所以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那这个三昧不是一般的三昧，就是得到的殊胜。由他本愿，由他现在的善净身心、善净智慧轮、善集诸道法、善修自所作故，有这些个种原因。因为他念起无量法器，直起清净心结，得无错谬种持法界自印的善印故，无量的金刚藏诸佛来加持不是一般的。因为金刚藏菩萨具足有这些个功德，据说有入世三昧，才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但是他这个时候是在三昧之中。我刚才入睡觉形容这个含义啊，只是总说了，总说这金刚藏菩萨他所以得到这个加持力，因为他不但自立，而且他起定的时候，如果从三昧起，他要说十地法，那说明了他本身的因地时候就清净了，他能把他的心呢清净了，那么就说的因净，因净。他那时候把他所信的、所发的愿，所有前头那些回向愿，都达到顶点了，就将近成佛了。去到十地国外，十一地菩萨，他全都清净了，叫善净，善净。以此的善净诸法的因，感到诸佛加持。这只是说他自立的，他的智慧是清净智慧，他趋向菩萨地满了，他修的真如观，观满成就。才给众生说法，说实的法，这即是个因。不但自利利他，二种智慧清净无缘，就像太阳一样的，就日轮圆满了，普照世界，它是普照法界，它智慧。其实他的身所现的无尽身云，现身像云彩那么多，都是清净的。从修到这个地位的时候，已经无量劫了，修了无量劫了，一切福德智慧修到极点了，所以他的心调伏烦恼，调伏习气，修自成就了，断一切呢，断一呢之后就利他了，就行一切善。他能够奢侈清净，奢侈闻此一切诸佛的教法，所以成为法器。到这位菩萨这个地位的菩萨，他成为法器，法器器皿呢，说饭盛饭的、盛汤的要汤器，盛饭的就饭器，就饭碗，
他说法器，法器成什么呢？成是佛法的，佛法就是觉悟的一些法，临时时候都能觉悟，具足了利他的一些方便，就是八种净法，前世是自利，后世是利他，这时候这个菩萨，这个位的菩萨，他有圣神通，不是一般的神通，神通也就是善巧方便，帮助你，帮助你，就像咱们坐汽车呀、飞机呀，就帮助你，帮助你，那是运输工具，帮助你能从此地到家的。那么这个大菩萨能够帮助你，你从信解行证，从凡夫地达到成佛。这时候他以总裁，总裁就是总持类的辩才，总持，总持一切法，受持无量义，一切法都有道理的。一个字，一个字能言说一切法，一切法又还归于一切一法，都是立生的妙用了。这个时候菩萨他没有慢，离慢清净，慢就是骄傲自满的意思，随化众生而没有自相，没有我是能化的，众生是我所化的，像能度我度，没有亦如。正得法界，以法界化众生，还是一法界。这里头记住了，精进因、不忘因、势利因、不言因，第四种到了这个金刚藏菩萨，他才具足，他以这个法教授地上的菩萨，那些地上菩萨断这个怀疑的根本，断这个傲慢的根本，对一切众生敬重，令众生的信入，把那个一真法界的理，就是因呐、因理，让一切众生尊重法、受此法，教授众生处理。这个不是处理三界了，这是处理无明，断究竟的烦恼。这个是辩辩说这么一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十方无量诸佛为什么单加持金刚藏，为什么不加持其他的人？辨别这么个一个原因，前头所说的都是说为什么要加持金刚藏，其他的与会大菩萨没等到加持，诸佛要是金刚藏菩萨说时地法，第二个他的本因跟十方诸佛所发的愿相吻合，这加持之后开始金刚藏菩萨要说法了，而是十方诸佛说加持的方式，各伸右手摸金刚藏菩萨顶，不是很多要求大德求善知识摸摸顶啊，那就开光了，给你开光了，开光了就是让你能进入，能够进入佛的教导。十方诸佛伸右手加持金刚藏，这是意会了啊，
不要在形象上去分辨。摸顶矣，诸佛菩萨给金刚丈菩萨摸顶了。金刚丈菩萨这时候是得三昧啊。诸佛摸顶得到诸佛的加持，他就从三昧起，就是修行在三昧当中，就是幻觉出定了。现在是入三昧，现在出三昧，就从这个三昧出定了，就起来了。起来就说法，一开始起来就说法。这些个来的无量无边的金刚丈诸佛呀，其他与会没见到啊，只有金刚丈菩萨他的三昧中感到感受到诸佛加持他，其他的与会大众那些没有见到呢。像咱们以每一个道友，你得到加持了，其他的道友并不感觉到啊，他不认识到啊，他也不知道啊。那金刚丈菩萨他自己知道，他从定起就说法，普告一切菩萨众言，言就是说法，以言以这个语言来告诉这个大，告诉这菩萨，诸佛子成战与会的这个大菩萨啊，诸菩萨愿善决定无杂，愿清净决定无杂呢，就没有杂乱，就是一心。咱们经常经常都说一心无杂的意思，一心就是无杂，是吧？一心，那一心关照是什么呢？决定无杂，不可见。不可见是吧？你不但眼睛看不见呢，你用心里的智慧也不知道，就这个含义了。不可见，什么法这么深呢？就这样子，就形容意思含着这么意思。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大家要记到的。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正的究竟是什么样子？虚空，跟虚空一个样子。广大到到什么地步？到到法界。那么就是咱们华严经经常说，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形容的广大呀，没有一法离开法界的。我修行修到究竟处是什么样子呢？虚空，像虚空的样子，遍满佛心，遍满到一切众生心。虚空是形容词啊，咱们经常说我们的三门遁入空门，社会上一般把空门，因为什么都没有了，进着空门去了，那就是错误了。空者呢，是包含一切，山河大地一切风沙走石，任何事物都在虚空当中包容着呢。这叫本体，说是那个法界的本体呀，无所不包，是它本体。但是呢，随一切法的因缘，又产生一切法。因为是虚空，所以虚空里头容纳的山呐、河呀、大地什么都容纳的，是在空中。这个道理大家都可以信得到的啊，在现象上信得到的。咱们地球，咱们看见感觉在大地上的，实际在空中。咱们这空中一个球，虚空中这一个球转，
像这样的地球，我们这个地球在虚空中不是很大的，很小的，比太阳、比月球、比太阳、比星星，比那小的多。这就形容词，形容词，是不是？菩萨的愿能够决定没有杂。什么呢？说法界本体。现在这些个菩萨、大菩萨、登地的菩萨，他见了法性了，那个法性就是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形容法界性的。近未来际，没有个未来际。假设有的话，把未来际都尽了，众生是永远有的呀，没有众生界不尽呢，不尽呢。骗一些佛刹救护众生，在无量无边的佛刹，这些大菩萨都是救护众生。因此呢，这些大菩萨救护众生，这些大菩萨就得到诸佛的加持，诸佛又护持这些大菩萨，使这些大菩萨都能够成佛，入过去、未来、现在诸佛自地，总说都能成佛。这些话是金刚藏菩萨说的，他从定起，意思就是说我在定中所得到的贡献给你们大家，定中所得到的，也是他在定中得到诸佛的摩顶加持。我们没有得过定啊，没有得过这三昧，睡觉都睡过，做梦都做过。这就像金刚藏菩萨的，就像咱们在做梦中得到诸佛加持，他也见到诸佛加持。这他除了定了醒了，马上就把这个自己所得到的加持，就是我自己所得的好处，我贡献给大家，就这么含义。同时说文字上说的很深闹了。刚才我们说现在进入实地了，大家听起来呀，理解力感觉是很困难。你不要在深处想，不要想那些大菩萨诸佛所说的法的境界，你从你的烦恼想，你的烦恼跟诸佛的智慧平等的，哈，不可思议！你想想看嘛，你烦恼在哪儿来的呀？无缘无故要发脾气，无缘无故就东想西想，想些个都是烦恼事儿，都是业障事儿。你要把它变过来呢，要是智慧想呢，想成佛的事儿呢，那就叫圣境。你想凡夫事啊，那就是逆境了，就是迷惑境界了。从这一方面想也是不可思议的呀。每个人的烦恼自己都说不清楚，也不能对别人说。这烦恼怎么来的呀？你找不到原因呢。我经常跟大家讲那个故事啊，有唐朝的虞朝恩呢，他问那国师啊，他烦恼从何起呀、啊？他说的是无明啊，无明就是烦恼。说无明从何起？怎么会起无明啊？什么叫无明啊？何者是无明？说无明从何起呀、啊？什么叫无明啊？那么每个人都有这个问号，我们自己还不知道什么叫无明。等他发脾气了，你跟他说这是无明，他也莫名其妙。无明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吗？没有明白的智慧，没有智慧就是无明。
从何起呀、啊？你发脾气时候就起来了。所以那古斯就说：“说你一个奴才都问佛法。”好，于少南就发火了，发脾气了。什么？他是宰相啊。嗯，他对古斯说：“我只是皇帝的奴才，我还是一切众生的主人呢。”发脾气了，古斯就跟他说：“你不要发火，无名从此起。”这就叫无名啊，另外哪儿找无名去？他就开悟了，于少南就开悟了。当然我学这故事说了多少遍了，到现在我也没开悟。大家都懂得，我跟大家要说多少遍了，大家还是也没开悟。这就找原因，无名从何起？何者是无名？但是这个金刚藏菩萨啊，他是从三昧起的，何者是如来智慧？就从三昧起出，那就是没有明白啊，他就说了：“诸菩萨善决定无杂。”这就是诸佛加持他的。不可见，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也可以解释，法界净法从此起，一切言法从此起，一切正法从此灭，一切言法也从此灭。言即是净，净即是言，没有两个，就是一个，一个也没有。说法如是说，这才能够救护一切众生，才能够没有疲厌，才能够救护众生不厌烦众生。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一时间所能领悟得到的，你可在你生活当中用，不要发烦啊！广大入法界嘛，你经常念呢，赶紧发烦事儿来了，然后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不要烦恼了。想不通就念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一想心里就了然了，广大究竟入虚空，效果是有的，主要是有的，因为我们都是凡夫嘛。我现在一天很烦，很烦。那刚吃完饭啊，课堂就来电话了啊，要见你了，要受三规了，这波没了，那波又来了，那波未了他又来了，没办法，很烦，那怎么办？就正是讲到这儿，而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随缘吧。多念几遍嘛，心里就宽了，说你把华严境界不是说着玩的了，不是我们念念就行了，要用了。你这没有证到那个圣人的地步，你拿来的凡夫就用嘛，用完了把你问题就解决了。将你正烦恼时候，哎呀，烦恼什么？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多说几遍就好了，这不是开玩笑的呀。想不通了，把佛的教导拿来多念几遍。他就通了，何况咱们还有信心呢，没有信心怎入佛门呢？这不是说三规啊，咱在这佛门磨练好多年了，那起码的有的多的好几十年了，最少也快十年了，起码也有五六年的了，初班的嘛一两年，但是你学着做呀，一有什么困难了，什么烦恼了，哎呀，管他紧的，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尽未来尽。他确实管用哎，多念几回就管用了。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
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兴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享受103岁。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企医护经费，在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举办恭诵佛说42章经、佛前大供、点灯、供水、护生及甘露施食，日期11月27日星期日，时间上午8点开始前行，下午2点恭诵药师经，恭请湛山法师主法领众，地点南投分会，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86-5号，洽询电话0492561311，0492561311，南投分会。法会备有免费消灾超荐，请事先报名参加。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慈悲置业诸善行，十方信众共成就。起见细念归净土，名扬两臂度有情。特为紫安地藏殿英灵牌位及报恩殿所有历代祖先做超度。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中风30细念超度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12月9日星期五，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3星乡3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0398993190，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厨房中常有蚂蚁，是由于食物的气味所招引的，因此应该尽量使厨房保持清洁。
施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